部比较保守地区，嗯，你穿什么衣服没有人会管你的，你穿小可爱，你穿那个，你也可以这样穿吗？没有人会理你的。你到了地中海那种旅游区，很多就是上面就穿个比基尼，下面穿一条短裤，就这样子。OK 的，当然 OK 的，嗯，不会有那种没有什么什么那个骚扰，没有。哦，哎，他是非常入世的。所以它相对是比较自由，甚至于开明开朗。中东国家的话不能喝酒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在土耳其有一种国民酒，叫做那个茴香酒。茴香酒，我们叫 rakı。都共边家呢？对啊，他就装到安全岛。你装到我，我是这样。